台中市太平区金传骑士坠桥意外，事发在长龙路二段中埔二号桥。凌晨，一名二十岁男骑士疑似车速过快，在下坡路段刹车不及，自撞桥墩后坠落到十几公尺深的桥下。消防队员赶紧将他吊挂上桥。 男子意识模糊，仍有呼吸、心跳，赶紧将他送医急救。因为路段弯道多、角度大，是不少车友跑山首选。男子失控坠桥，是否因为车速太快了？详细情况还要待警方进一步理清。